因为两只小珍说：“啊，在表演吃鱼耶。”他说：“我表演吃鱼。”啊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表演吃鱼耶，我们家珍秀表演吃鱼。哦，脱皮了，脱皮了，我等一下帮你们把皮拿掉，好可爱。他在表演，一直在表演吃鱼。嗯，珍秀怎么那么可爱呀？把皮皮拿掉。哎呀，吃掉了，好厉害哟！怎么那么厉害？嗯，帮你们关起来。嗯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哟，可爱的小珍兽。等一下帮你录影上去，大概是贝克会要叫你表演了吧 ？Show time， it's show time。那真的哦 ，show time。我觉得我们家小珍兽很可爱，你们要好好照顾它们，给它们住在好的地方。那真的，你要出门了，贝克会再找我出门了。我跟贝克会出去闲晃一下。它真的很可爱，你真的很可爱耶，没有看过这么可爱的蛇。那种，我还是要工作一下。袜带蛇镜框，然后他们那个花帮他换了一盆比较耐的花，比较不容易养的好了，但是蛇本身是 OK。 你看这有点干，可还没有死掉，这只还在里面，它好好的，它没有出来，它没有想要出来表演。好了啊，他们的泥鳅应该等一下快没有，等一下再帮他们补泥鳅。好了，今天无趣的小露营到此结束。嗯，贝克会小帅哥，先这样，我们等一下出门。